是世界最北方，绝对没看过我。东北原始捕鱼方法，炸鱼啊！看老铁们，喜欢的双击加关注啊！今天晚上这个大鱼啊，必须扣出来啊！不管冰冻多少天啊，我们必须把它扣出来！一百尺啊！啊，这大鱼太大了！哎呦我天哪，太招人心了！哎呀妈，太好了！这是嘎嫂这是？哎呦我去，开锅开锅了！哎我去！哎，太多了。